最新消息，你可以井号透过 Shorts 赚取收益了。不久后，井号 Shorts 观看次数就能计入井号 YouTube 井号合作伙伴计划的资格门槛。在 Shorts 上透过井号广告和井号超级感谢赚取收益。2022年9月21日。最新消息，你可以井号透过 Shorts 赚取收益了。不久后，井号 Shorts 观看次数就能计入井号 YouTube 井号合作伙伴计划的资格门槛。在 Shorts 上透过井号广告和井号超级感谢赚取收益。2022年9月21日。